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节目啊。这一集我们要讨论一下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西藏啊。那么郑曙光先生啊，请您讲一讲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习近平去西藏，我觉得就是应该有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就是这个中印边境的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藏区的这个政治问题，所谓的这个藏独问题啊。那么大概是从这两个角度啊，他应该对藏区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定他是非常关切的。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来一个说法，叫这个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啊。因为胡锦涛也是从做的西藏的这个党委书记，才有机会这个问鼎最高权力啊。那么这个习近平呢，他对这个藏区的这个看法，应该说还不简单。为什么说不简单呢？这个国内有一篇这个稿子是这样讲，叫多元一体，习近平的民族观。多元一体这个说法你们二位听到过没有？这个彭涛，我没听过。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费孝通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那么习近平的民族观是从费孝通那儿来的，费孝通这个说法是88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呢，又是可以追究到民国的时候。民国的时候有一个顾颉刚，顾颉刚主张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就不主张讲什么五大民族啊，这个满汉藏回，他就不主张讲这个。那么当时费孝通是主张这个多元的，但是到了88年的时候，费孝通把顾颉刚的这个观点吸收进来，他讲了一个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呢，按习近平的讲法呢，实际上他是一个作为这个党国的最高领袖，他是一个多元一体理论的一个实施者。他的实施的就是说，要这个藏区的这个信仰实际上要中国化，就是他提出来宗教要中国化啊。另外一个就是对这个民族呢，多元一体理论呢，它和这个一体化不一样。一体化是完全抹杀掉，所以中国没有民族，只有一个族，中华民族啊。那其他的只是种族，种族是血缘造成的，血缘上是各有各的不同，但是民族只有一个啊。但是到了这个费孝通呢，他承认现在还有多元的民族，但是最终只有一个啊，多元一体目标是只有一个。那么现在习近平就在走这条线路，这条线路实际上从民国开始就有了，就是孙中山就曾经提过是汉化，以汉族为主体。那么在这个费孝通这个思想中间，实际上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这个有一个核就是汉。所以习近平这些年你要看他对西藏的政策，得从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想想法来看待。所以一个就是说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说对西藏的这个战略地位。然后前6个月他刚刚去过青海的藏区啊，就他对西藏的地位非常在意，非常重视。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对西藏这个民族观是怎么看。那么也有国外的这个观察家啊，台湾的观察家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在党庆的时候，习近平完全没有提藏区的问题、新疆的问题，一个香港和这个台湾。所以在他这个习近平这个思想角度里头，他是在推行一个他所理解的多元一体论的。你要看顾颉刚的这个讲法，他就是非常彻底，他没有多元这个概念，只有一体，只有一体这个概念。那么就是说他这个他承认有多种族啊，就是因为你有共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民族，那就是只有是人力造成的，是人力所为，就是所谓民族就 nation， 一个国家就一个民族。
就好像爱默生提倡的这个美利坚民族，美国有很多种族，但是只有一个民族，啊，你不要讲你是这个族那个族，你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包含了50个民族，是吧？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下面那个多元是一个过渡阶段，就像汉人中间，这个实际上构成非常复杂，慕容氏。你先姓穆，姓戎的，你有姓连的，有一部姓刘的，姓石的，你都是胡人呢，都是胡人呢。但是他现在都叫汉族，啊，所以将来都叫中华民族。所以这是习近平的这个中华民族理想，尤其是这个十八大以后，这个费孝通的这一套说法，所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说法，就完全成为了习近平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民族思想的构成了，啊，他就是鼓吹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十八大是这样讲的，19大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把这个，这把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到宪法里头，啊，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他在国内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国外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当然是个非常简单，啊。那么简单粗暴啊！那尤其是这次党庆，你们看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了 N 次，所以他对于藏区的关切，他不是关心的说，哎呀，西藏这个政局不稳会有混。你想他十几年，他不是时间，他上任大概这个几从12年到现在快10年了，这个西藏这是第一次去西藏，所以他对这个藏区的所谓的政治稳定，他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更长期的。你包括在新疆发生的事件，在就是包括现在西藏，就是以扶贫的各种各样的角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同化。你要是刻薄点讲，就叫汉化。你要说这个客观一点，它叫同化。它叫同化一个出来一个中华民族这么一个概念。这是他，你看习近平那么底气十足，哎，他也不是说建立在什么真正共产党的初心，他是偷天换日啊，呵呵，偷天换日，把共产党的初心直接改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这个你让陈独秀他们是情何以堪啊？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但是这就是政治嘛，这是共产党的政治，就这么玩的，所以我对于习近平这次去西藏。我倒觉得就是说，他是有他的既定安排的。有人说这个郑州他也不去看，那武汉那么大的事情，他也没说第一时间跑武汉去啊，所以他是按他的这个行程啊，按他的行程计划去了西藏，那个根本不可能发水灾的地方，他去了西藏。那么他在西藏这个更深一步的这个。布局研究工作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回头会透露出来，但是我现在觉得他可能是按部就班的走，我很难想到西藏有什么突发事件要求他去，但是第一个反应肯定会反向中印边境的问题，但中印边境这紧张已经是长期的，动不动就陈兵20万，这也不是今年的事情，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动不动这个两边这就都派上兵上去了啊。最后是石器时代的战斗嘛，拿木棍打，所以他去，我觉得应该跟这个关系不大，还是按照他的既定方针走，一个西藏，一个新疆，我们可以观察，因为他去新疆之后，新疆的那个形势就马上紧张起来了，那么这一次他去西藏去了有什么部署，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可以随后再观察。好，那么这个谁，我们的彭涛，不是你先讲一讲？对，到底他这次为什么到新疆去？那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为什么他现在突然选这个时候到新疆去？到西藏去？为什么不到新疆？当然不到新疆，是因为太敏感，这个是估计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到西藏去，和中印边界的关系估计不是很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我讲，西藏跟那个新疆对比起来。
第一没那么敏感，就说对，至少西方没有在西藏问题上过分的这个去找中国的刺儿，挑中国的刺儿，最后找中国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那么就说到西藏去没那么敏感。再一个，为什么西藏要去呢？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看来，西藏是治理是比较好的，一个是稳定，然后那个这个民族团结也很那个成功，就是说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宗教这个宗教文化方面的一些就融合也比较成功，所以说他有可以安心去看一看，也可以表现他这么多，比如说执政12年十年就接近10年了。这个还没去过呀，那么我这次去的话，也算是一个这个对他了他一个心愿，执政这么长时间还没到西藏去，作为一国之君嘛，像刚才徐王你说的，他的如果他的思想是先这那个什么那个治国先治疆，这边先治藏，先就是如果在这个理念上的话，他必须去一趟。为什么现在去？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不清晰的。但是呢，可以看得出到西藏去没什么风险，一定西藏的治理对他来说的，对习近平来说比较可观，也比较可，就是说，让他感到比较满意，所以可以安心的去。但是这一次去呢是秘密去的，他第一个报道出来是因为我看见是好像是，他藏族那个藏族人通过那个什么和藏藏把视频发到海外来以后。通过那个什么，藏族人他们那个对海外公布的，哦，他才去了，官方根本没报道。后来，这不是秘密去的啊，往往他到地方去考察呀，是先在社交媒体里面传一下，然后就中国的官方公布。现在实际上中国官方已经公布了啊。我倒是觉得刚才徐光的思考啊，是非常符合这个之前的最近几年的这个民族政策，国家名讳换成汉人就是一个信号。就是一个信号，以后的两会啊，大家已经慢慢就看不到那些什么花枝招展的那些东西了。有一支凸显自己的民族特征，基本会去掉啊，慢慢就会统合到一个所谓的中华民族。原来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根本不是族嘛，对吧？但是他就是要把这个整个不同的族裔的特征把它淡化下去啊，强调所谓的大一统。他虽然现在还统一台湾，不知道先把中国内部给统一了。我觉得这个徐广的这个观察跟我最近几年的观察几乎是何平先生是这样，这个网上有篇文章，你们能搜到，我觉得建议几位都仔细看一下。顾颉刚在应该在抗战时期写的，叫中华民族是一个。当时费孝通是反对的，但是到88年，费孝通把他的话，把他的这个吸收进来了，叫多元一体论，多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而且确定汉人是这个核心，是这个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因为民在他的观点里头，汉人本身，你北方就是有胡人的血统，南方人就是有百越的血统，这个它是一个过程，嗯。今天早上我在我的推特上面写了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吧，昨天还是今天我忘了，就是说民族自觉是一种进步思想，但是过去100年来人类造成的非常大的一个分裂就是这个不仅是分裂啊，战争呐、内残呐、是来自于这个民族自觉。中共自己是用民族自觉学习这个列宁的民族自觉，你看制造了很多的这个民族自治区，尤其是像广西啊这些地方，反而造成了很多的这种问题。所以中共现在改变一种思想，就是根本上改变这个民族政策，这种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种想法，我认为你的看的是很准确的那么这个冯生平先生。我觉得，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张王牌是印度，就是印度是唯一一个最有可能跟中国的直接开战的国家。这从国际上来看，而那个民族复兴的呢，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堡垒，又恰恰是西藏，因为西藏是分离倾向的最重的一个地区。只要中国从历史上，只要中国中央政府一瘫痪，西藏是第一个跑掉的地方，所以西藏就对中国就有这个重要的意义。那在汉人中间，
十八大以来呢，习是大搞精准扶贫。在民主政策上，新疆是最近被美国挑出来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真正头大的一直解决不了的是西藏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读过王立雄的书的人都会看得到，从他写的那个黄祸以后天葬，如果有一天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话，第一个一定是西藏，新疆都会排在后面。所以我想他去那儿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而且这个呢应该早就在日程上，也确实不是什么秘密访问，他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内还去秘密访问一个地方。水灾的事儿谁也料不到，对不对？他不可能为了水灾又跑回来，所以我从大的方面我只能这样猜测一下。他不呢没有公开的，首先第一时间公开他去访问，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我估计。对，因为上次习近平在福建就是偷偷去的，而且是封闭消息的，后来有人如果偷了消息的话都要受惩罚，就说他是出于考虑主要是他的安全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新疆的民主问题，我是有一种说法说包括达赖喇嘛都认为这个习近平对西藏问题比较开放，比较是务实，是个现实主义者。我看到媒体这么报道的，而且认为习近平当任内的话，北京和达赖喇嘛的这个关系的改善，甚至会有前所未有的进展。我倒是持怀疑态度，但是我是看了这种报道，有这种说法，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达赖多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跟中国沟通，到五台山去，甚至就是晚年在中国定居，对习他基本上从来没有攻击过。对，他下面的外交人员，包括在中国，他们攻击习近平啊主席，但是反过来讲，习近平主席也不攻击达赖喇嘛尊者。我认为，假如他们两个人能够进行某种让步和妥协的话，对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政府，对于这个中国来讲，都是在僵硬的这种民族政策之下打开一扇很大的门。我想那个估计连中美之间，美国和达赖喇嘛估计都有妥协。为什么美国在新疆问题上这个找中国的刺儿？对，在西藏不找，对吧？我在西藏为什么不找？西藏其实更有理由。我估计这个美国跟西达赖喇嘛是沟通过的，是不是要这么做？达赖喇嘛认为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对藏人没有好处，只能加速这个加快这个加速这个中共对藏人的迫害。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西藏为什么没有被美国提出来专门那个针对西藏提出一些诉求？是因为很可能就是因为达赖喇嘛跟美国有沟通，然后这样这个可能达赖喇嘛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的人，对，他不会去轻易做个棋子去牺牲西藏人民的利益，非常有可能。就是、对。相比这个西藏来讲，新疆就缺乏一个真正的有公信力的领袖嘛，对吧？没有这个问题嘛。原来还有一个会沙了，很多年都已经去世了啊。那么新疆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阿富汗的问题，现在中国是很有技巧的，建跟阿富汗有接触，但是同时跟塔利班，那有一些朋友老是弄错了嘛，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和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是两码事。他们两个都是没有组织关系的啊。那么阿富汗的逃离塔利班在对中国来讲是有个承诺的嘛啊，而塔利班又跟这个美国这种微妙关系，这个中国对新疆的问题的这个信心呢 可能会未来会有一些变化啊。美国现在对新疆的这个政策是非常强硬，要破坏打击整个生产链啊，但是我看看下一步会怎么样啊，因为有一些生产力就像一个蝴蝶的翅膀一样的，你把它这个打掉了，会造成整个的一个混乱啊。看看美国能不能坚持下去。在美国看来，新疆的那个如果对新疆那个产业链进行打压的话，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新疆产业链确实在不仅在农产品啊，甚至在其他一些科技领域都有它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说。这是一个值得这个打击的对象，
估计这是据说是一种考量啊，就是这是所以说为什么新疆，而在新疆出手，还有在西藏没有什么工业，西藏就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地区，也就是一个只是一种维一种维持一种繁荣的生活。西藏有矿，西藏有矿。黄河，但是很难嗯，开采，它这个因为地势的原因呢，很难这个因不为够交运通原因，费的。对对，西它这藏个。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你翻开这个中国历史地图啊，你看大部分时间这个吐蕃都是独立的一个国家，真正被这个汉人能够拿下统治的时间非常短，非常短。因为他地势天险的，他地势对，你要不是汉人也没有兴趣啊，去那儿那个一高寒，而且那对个了。气压很低是吧？气压应该叫很低，汉人有兴趣，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力完全去控制他，就是没你有能在力。那儿生存，很多人生存都不适应对对。啊。但是新疆好像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通过河西走廊通往新疆，对。他就跟那个山东人去东北一样，很多陕甘人直接就去新疆，就是那儿的汉人很多是那样去的。而且你像在西域，他这个西域都护府，在汉代他就有这个汉代的这个政府方正，就手就能伸到西域去，能伸到新疆去。但是最吐蕃这一块，你唐代的时候，唐王朝还受到吐蕃的威胁，吐蕃一直打到城墙底下，打到长安城，所以对他有点像阿富汗一样，你任何人拿到手里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他要欺凌你的话倒是很容易。但是你在中共的手下，你就完全就可以完全可控了。你看，包括阿富汗塔利班对中共是非常畏惧的，不是那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他对中共示好？就是因为如果中国跟他跟中国发生这个直接冲突、军事冲突，对塔利班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中国人不像美国人和俄国人对待的塔利班，他这个打法和那个什么战法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个塔利班是不会跟中共因为新疆问题而闹翻的。你当然，说中中国共能怎么制住塔利班？如果打塔利班那个什么那个所谓的按照北京的说法，继续支持那个新疆的什么这个独立啊，这个武装斗争啊，武装反抗啊，北京就会出手。这个一出手，很可能。就像打这个中越这个反击战一样，会做一些军事我觉得行现动在出来。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当然，中国它的可能掉性入很到这小。个塔利阿富汗这个陷阱中间去啊，对，塔利班不会这么做，而且中国也更加会避免这种做法。所以说，中国不仅跟那个阿富汗政府保持关系，也跟那个塔利班保持关系，希望塔利班和那个政府能够共治，然后在那个。就是说，和而不同的那个模式下边能够共治，然后因为对那个阿富汗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果这条线被这条线被切断，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会全力以赴维持与塔利班和那个阿富汗政府的那个关系。如果阿富汗政府撑不下去了，那当然最后唯一如果塔利班把整个阿富汗都占领了，那么。就是北京跟阿富汗，跟塔利班建立一种外交关系了，一定是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的，那个什么塔利班的。如果塔利班愿意这么合作的话，好的，你们两位还有什么话说吗？我同意彭涛先生的说法，中国外交这其实很实际。就是塔利班这个事儿啊，这个美军占领20年，人口翻了一番，到了4000万阿富汗，这个很难想象的，就是阿富汗那么一个地方，4000多万人口，如果美军撤走之后，这种美军这种经济形态没有了，这种资金每年几十亿美金的这个资金不再输入，甚至上百亿。美国撤走啊，这个在那你塔利班的这些围绕这种驻军的这种经济，可能就崩塌了，就崩塌，就中产阶级啊，美国和北约一起突然全部撤走，确实是在西方社会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至你少。阿富汗的这个中产阶级可能一崩塌，会出现什么一个局面？对，而且当然，美国和北约一种看法就是，我把烂摊子扔给你俄国和中国，
你们去收拾，因为现在就说那现在是印度也很有想法去介入这个。印度想通过跟那塔利班的关系、阿富汗的关系这个增强关系而来牵制中国嘛，对中国形成一种特别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制约，这是印度非常看重的。印度现在就说已经形成一种长期要跟中国在战略上进行对峙的一种打算，这个基本上是定下来的。特别是在这个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之后，印度更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说，阿富汗实际上给印度也提供了一个机遇，怎么来跟中国呀，进行那个什么这个较量。就是美军退出之后，这个空白是怎对么对对，填补的？俄国也会参与，中国和俄国、印度这三大强国，亚洲强国，都就是说强国都会在阿富汗问题上，在就是说投入很大的力量去投了这。我是觉得阿富汗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属于帝国的坟墓，历史上是一个泥潭，谁先进去谁倒霉，就是最好巴躲基斯远点。坦、伊朗都是这个主跟那个阿富汗那个接壤，在这个国境线都很长。另外还有几个斯坦，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它东西很狭长的一个地带，跟中国接壤。实际上对中国的这块倒影响不太大，但是不好讲。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是很大，因为如果跟塔利班那个对立起来，那当然就就影中响国很大。的立场可能有点类似于印度。就说你会，你有可能影响到我。中国的态度一定是这样的，我不会进入你的阿富汗家，但是呢，你不能对我有害，有害的话，我一定会出手的。但是就说一定是说我希望跟你保持关系，但是你绝对不能影响我在新疆的利益。如果你像我现在你像我的利益，我一定会出手。就是说这样的话，塔利班就跟中国会达成一种协议，就是说我不动你的奶酪，你也别动我的奶酪，但是我们俩可以做生意，可以互补。这个是一个基本上做北京和塔利班一个合作方向。当然，美国和或者说其他一些包括印度会在中间这个掺水，或者说那个什么插足，迫使这个塔利班跟中国的关系不会那个顺利的。建立下去，当然也可能是一种也有可能啊，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你要说从这个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来讲，如果没有911，美国真的对阿富汗不会有任何想法。苏联有可能，苏联是过去接壤的国家，你伊朗啊、巴基斯坦、苏联啊、前苏联啊，现在这四个斯坦，它都是有直接的接近，接壤的。那美国那个兴师动众，花2万亿美金就投在这个地方，也确实是。但还那一句话，美国这个行为非常的不负责任，对自己、对盟友、对那个什么阿富汗的，特别是为他服务过的那些人，昨天不是还那个一个翻译被杀了嘛？为美国做翻译的被派塔利班已经杀掉了，尽管有很大部分都能被撤走了，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没撤走的，这从道义上很站不住脚。西方社会也是一种看法，也是这样看的。北约也跟着跑，全部拆走；德国也全部拆走，一点不留情，而且甚至不通知这个撤走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这个阿富汗政府，这个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个行为。你不觉得他成的不就是这样了吗？但是人们成总约是。旦成这个伊拉克成这个阿富汗，不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吗？对吧？伊拉克它还能够维持，但是那个阿富汗它不能维持啊。伊拉克政府它还可以在这个美国和但是西伊方。拉克的问题很快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了。盛平兄，你讲这个帝国坟场是一种不祥的联想呢，还没有没是有，这个有？是历史上一直称那是因为英国在那儿，对，这个还是有一种必然关系。俄国也衰落在那儿。有必然关系吗？有。就称它就是一种帝国的诅咒或者帝国的坟场。哎呀，英国在那边干了几仗嘛，干了2仗啊，然后这个苏联，然后又是美国，中国不会掉入这个坟场的。中国在这个阿富汗的投资是比较有限的啊，看情况，它不会大规模的这个进去啊，它会很。但实际上，
我觉得啊，实际上所谓是坟场也好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个表象。真正的内因原因是什么？是大国在里边竞争。有美出俄国人进去的时候，美国人在支持他。这个美国人进去的时候，俄国人也在支持他。中国人在里边，你根本就无法。这帮就是美国培养的。而不是说啊，塔利邦有什么绝招，或者说阿富汗那个民族有什么特异的功能，或者什么那个能力。除了它的山地那个地形非常复杂以外，很难那个进行大规模的那个作战运动。这些地缘那个条件之外，主要是大国在里边插手。你谁进去，另外的一方就跟你做对，就跟你就帮往里边输送武器，这那个什么扶持反对力量，你怎么会有安理？根本不会是这个，哪有几个大国支付不了一个阿富汗的？你说英国可能他支付不了，因为那个英国太小又远，而且比起美国和中国和俄国来说，你讲的对呀、啊，中约美约之战那不是好比都是苏联和中国吗？对了，不可能是说越南有那么能力，有能力跟美国对抗，而是苏联和中国在后面支持他，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会退出去啊？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包括现在的越南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在里边掺和，他也不会有现在那个状况，也不会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在中美之间也就是搞平衡了，也就完全靠美国也不行，完全靠中国也不愿意，这个是原来的转现中，就像现在包括台湾问题也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两岸关系的博弈啊。不过阿富汗的战争的杰出啊，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恐怖分子反恐杰出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人类要成，你看，热战，冷战，现在近日是这个911之后近日反恐之战，那下一步是不是有战争？美国还有多大的动力去到海外进行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我觉得美国政治会争论的更多不那么隐匿了，你说了？那不一定了，你要看，比如说在南美看看有没有机会，非洲看有没有机会，到处都有机会。南美的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机会吧？你们不讲南海或者说南海吗？对啊，是，但是南海美国能够投入多大的兵力？不一定的，南海也可能的，因为它是我们一种说法，就是它是为了一种军力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是美国的在美元的地位才会用需要用军力来军事力量来维持。再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大那个这么大的那个什么当年大体量的那个什么军事工业，它必须也要活下去。你没有开支，没有军费开支，怎么去活下去？这是一种说法，这不是说只是一种阴谋论，这也是个事实。也是在左右美国政治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的那个军火工业，他们那个是无法就完全把它从美国的外交和那个军事政策上，那个战略那个计划上把它抹掉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对外战争不会停下来，不会，你放心，你什么时候他停过？这个仗完了，下面一个仗就准备了。而且美国的美元一直受到挑战。现在挑战更大，就是中国和俄国，所以说跟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这是事实。南海，比如说南海和东海，还包括这个台海，这是很可能的。再一个就是这里不行，总有一个地方可以。但是我想的话，应该是现在聚焦还是在南海和其他边疆地区，所以中美之间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当然，这个那个什么不一定非要打起来，但是保持军事压力，保持威慑，那就是可以花钱的。你就要花钱的，那比你打那个阿富汗战争的花的钱更多。我再造很多航空母舰，再造很多飞机，那不是钱呐、啊？而且天天搞演习，隔三差五搞演习，那全是钱，就等于是打仗，那么就维持下去了嘛。所以说，这个帝国坟场的意思是说，在阿富汗。都在这儿损兵折将，这个灰溜溜的退出，还是指在我知道你说你已经解释这个，还是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打完了阿富汗，这个帝国就解体了。哪个帝国解体啊？就是凡是在阿富汗打过仗的帝国，最后都解体了。没有解体，他就说这个帝国不会在那里待不下去，你最后还退出去。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是让你有去无回，是吧？对，
就说你赢不去了，了，你永去远了赢你不就，了啊！对，你去了以后，你就会被埋葬在那里，你不会有好处的，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你还是退出了嘛，最后还是退出了。啊，非常感谢彭涛博士吧，感谢这个冯生明先生，感谢郑世光先生啊。我们的观众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欢迎你啊，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啊留下来你的这个宝贵的意见啊。非常感谢三位啊，感谢我们的这个编导啊，感谢我们的观众啊。下个星期再见。感谢和平先生，感谢各位，谢谢各位，编导，再见，再见。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www.minjingnews.com；推特@minjingnews；脸书：facebook.com。